住好低是粤语中住得好些的意思，初期以贩售自家设计家具为主，打着香港品牌口号，让这间新兴的家具设计用品店逐渐受到重视。经过不断的激荡，注入创意及结合香港本土文化，旗下产品越来越丰富多元。其中街头剪影手提袋更荣获优秀中国设计奖的殊荣，至今已发展成国际知名的设计品牌，网罗了许多新锐设计师的作品，并以前卫大胆的风格闻名。想让家里有更多色彩缤纷、新潮独特的气息吗？那就快点来住好低晃晃吧。